在彰化飘香30余年的阿天蚵仔面，是大街小巷中人人都知道的美食老店之一。店面虽然不大，但店门口巨大的招牌非常显眼，路过的民众都不会错过它，因为门前总是排满人潮。这里的招牌菜蚵仔面的汤头，每天坚持以新鲜大骨加蚵仔熬煮4小时，使得蚵仔的鲜甜融入浓郁的大骨汤头中。配料除了鱼丸与肉丸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老板用料不手软，碗碗都加了满满的蚵仔，真的是料好又实在，让吃过的客人都赞不绝口。另外，扎实饱满的炸鸡卷也是老饕们公认来这必吃的哦。